喜事精神爽，刚刚在捷克布拉格高调完成婚礼的欧弟回到湖南开工，心情极好。他透露此次的婚礼将作为天天向上的外拍特别策划，在电视节目中全景呈现。被问及为何敢在流行低调婚姻的娱乐圈如此高调的秀恩爱，欧弟此高调的秀恩爱是最后一次婚礼，为何不能让全国的支持我的粉丝观众，我的衣食父母一同见证呢？而对于此前与其婚礼撞车的田园出轨事件，他回应道，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很多磨难，发生的一切可能